就是都暂停，节目也是。对，露露出席化妆品活动，越来越美的她，难道是恋爱了？现在是比较爱帅哥吗？还是没哎、欸、什么一直都是爱帅哥吧？现在是以徐光汉为多，但是他现在太夯了。哎、欸，我之前刚喜欢他的时候，还没有那么多人那么暴动。你看，是你先，我是第一站徐太太吧？啊、请他在那边排签书会的美眉们，请在我后面排队。话锋一转，露露无奈表示，因为脚趾外翻，要站立演艺圈休养一阵子。拍到也要休息，那这样工作是不是在往后延？对，就是都暂停。节目也是。对，应该是三个月。3个月，嗯，因为我是脚的开刀，然后因为是我开两只脚嘛，所以会就不能，就是要拄着拐杖。可以下床，可是就是要拄着拐杖，然后不能穿鞋子，所以第一个月可能还是需要休息。露露难道不怕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浪就吱吱？对，那主持人同学这样子。我不知道他们接下来，我还没有跟他们讨论过安排。但如果他们每一天都换不同的新妹，汉典跟宪哥应该会很开心。就是那个宪哥跟汉典的放风时间。就是套一句那个西门太广的话，有病过没倒过啦哈。